哎，这什么鱼？哇，好大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钓鱼霸的景美溪小农夫李子，我又来到我们熟悉的菜园电塔。最近天气越来越冷，怕我们电塔这些鱼吃的不够好啊，吃的不够暖啊，所以我今天就特别过来来关心一下他们，来寻个甜，寻个甜。对，那我们就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 Let's go。那我今天也顺便带大家走一次好了，因为还是很多人会不知道电塔怎么走，我今天在地向导就来替大家服务啦。看到这个楼梯，我们停车其实是可以停在这边的，然后就顺着这个天桥往上走。走下来以后就会看到我们的垒球场，就是这个，就是垒球场，我们就走进去，然后就到我们的这个边边，这个边边的地方。现在它这边盖起来这个不知道是这个挡球的架子，所以我们就要从这边过来，绕过这个。对，然后你就会看到一条路，这个，对，就停着走，就对。那如果有来人，可以顺便来除个草啦，这边草长蛮快的，可以来清一下。然后就走，下来。对。对，然后到了，对，就是这边。哦，对，这边要小心，最下面这边可能会滑，所以脚步要踩稳一点。对，来，哎，咻，好，就到了。对，好了，这边就是我们美丽的电塔啦。那我们到了电塔，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去拜访我们在地的老大，就是我们的 Tosa。所以我先去找 Tosa 打招呼。发现紧急状况，发现了一只搁浅的鱼。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这是什么鱼？这什么鱼？这什么鱼？好，这是一只搁浅的。搁浅的什么鱼？鲤鱼吗？好，不行，它搁浅了，我要把它搬家。来，乖乖，哎，这什么鱼？哇，好大！它搁浅了，我把它换搬个位置。它受伤了，不行，把它换到一个水比较深的地方，让它游走。好啦，这边应该可以。宝宝。救了一只可爱的鱼，他就希望他能快快乐乐的在这边继续活下去。好啦，那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去。很快的，我们就走到了我们Tosa哥哥的根据地了，就是这边我们的烂泥巴区。那身为一个有礼貌的钓鱼人，我们到了钓点，我们一定要做一件事，先打声招呼。Hello，Tosa，你们好。好，他们有点害羞。Tosa，你让我等得好苦啊！啊！终于！哦，终于！啊！下面挖沟，下面挖沟。哦，Tosa，哦，原来你在啊，Tosa，是Tosa。哇，没有，不用，呵呵，谢谢。好像是你姐。哎，对啊，对。有拍吗？对啊，有啊，我现在拍啊。
没事，没看很悬。啊啊，超酸。回来。这，破杀。破杀哥哥出现了。刷北，好，哎呦，啊，累了吗？喂，哎哎哎哎。哎，啊，腰瘦啊，姐，啊，那你们过得不错哦，看这个肚肚，看这个肚肚，吃很好哦，好啦，钓鱼吧。来，放回去吧。来，哎哎，静安，静安，静安，哇，哦，这真的很重，不开玩笑，哇，真的很重，哇，好啦，哎，波波，快走波，拜拜。在这边钓了多久？嗯，两三个小时。哦，终于看到头鲨了，我以为他们都不在。好啦，那我们就有了有了，终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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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